哎，今天早晨吃完饭，然后去刷碗，刷完碗，回去准备把碗放上来，结果手一托，手一滑，碗给掉地上，摔个稀巴烂，摔碎了。手去捡这个碗碎片的时候，把手上划了一刀。哎呀，自从这妻子去世以后，心里边总是忐忑不安的，看手上划破了，有点血，莫非今天要出啥事儿？也不敢出门了。后边想想，哎呀，该出门还是得出门啊。找了个同学，他的电脑坏了，电脑系统出问题了，然后过去重装了一下系统。在这待了一会儿。同学没来，他那个朋友来了。回去路上碰着妻子他哥哥，简单说了几句，然后就坐公交车。本来是打算回家，后边想着过来看看吧。看着乌龟活的状态咋样？改几天我得把乌龟搬过去。不能在这待着，时间长忘了，那水干了，乌龟都干死里边了。哎呀，这天磨叽磨叽，这太阳就快落山了，把家里边这些垃圾又收拾。其实主要就是孩子这些玩具，哎呀，这些玩具啊，怎么说呀？玩具好多都已经残破了。该扔了就该扔了，其实把这玩具收拾完了，其实家里边也没啥东西了。哎呀，说是把电视搬过去，这个没交通工具，搬也不好搬，这么大个儿。一天过得真快啊。唉，有啥办法？事情已经成这样了，往前赶吧，往前走吧，往回看有啥用啊？时间咱也不能倒退啊，最起码以现在人类意识和形态，在这个维度里边，也不可能跳到更高的维度里边去。今天就说这么多吧，在家里边收拾收拾。也真不知道该干点啥。在这坐着，干坐着，一坐就是一下午，一俩小时过去了。就这吧，走啊。